洛青莲，昨夜产子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小人知道。知道。那为什么三公子不知道？ 是他不让通报的，门房是谁？小人是。你为什么不让找大夫的人出去？是监狱，他说三公子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外出。监狱留下。 其余都退下。谢王爷。监狱是三公子让你这么做的吗？不是，是奴婢蒋长公子的命令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谁指使你的？快说，谁指使你的？谁？ 是谁？说。是，奴婢对你忠心耿耿。我根本就从来没见过他呀。 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婢女啊，世子。啊，父亲。老三。 杀掉洛青莲腹中之子。这是你的字儿吧？ 是不是你的字儿？父亲，是我写的字儿。可，世子，你以为杀掉洛青莲的孩子，本王就会让你协理正人吗？父亲，我儿子不敢呐。父亲，儿子是冤枉的。 老四，你陷害我！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你跟父亲说清楚，说清楚！父亲，你冷静一下好吗？你跟父亲说清楚！二哥，说呀！你给世子，还要狡辩？这不是世子写的。 王爷恕罪，这是下官自作主张所为。之所以模仿世子笔迹，
假借世子之名，是怕难以信服。王爷，求您千万不要错怪了世子。九公，是不得，都是因为你。你不着急协理政务，老夫着急呀。为了不抱憾终生，老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呀。王爷，下官认罪，请责罚。